但是男人要去做一个整形，有这么在乎吗？美，对，男性并不叫美，我觉得男性要修改到说有点个性。尤其男生受不了，哎呦，这个杀伤力太大了。对，哎呦，做不要怕人知道，重点是他做出来的效果。该长毛的地方不长毛，不该长毛的地方偏偏长。年纪越大，就是越没有办法自己控制。可以揭晓了吗，医生？当然。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本节目由 McDonald's、许志明连胜律师事务所、Beauty Creator 赞助播出。